我是河北邢台人，名字叫黄少斌。以前在车间啊，我是车床工。平常的业余时间啊，我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练练毛笔字。现在是初学。我现在在从事混凝土泵的研发和生产。因为现在社会上盖房子，农村盖房子比较多嘛，建设的脚步也在加快，设备啊需求量非常大，市场前景非常好，我们就来做这些产品。全国来说，第一台的这个二次结构浇筑泵就是我研制出来的。现在混凝土泵啊，主要分二次构造筑泵，还有这个农村模块建房专用的，还有这个30、40、50、60，主要是这6个型号。咱们这个小泵呢，采用的这个结构啊紧凑，电机呢是15千瓦，采用的风冷这个降温处理，然后呢咱们用的这个是北京华德的电磁阀，这款呢是咱们新研制的这个电动行走的，插入钥匙打开开关，这个是正反开关，点出来的时候它是前进的，摁下去它是后退的，这个呢不用人推着走了，电动往前走就可以。8个工人一天的活，也就是10个立方，现在这台小泵呢3个人操作，一天呢就可以浇筑30立方，大大的提高了效率，更省力。这呢是咱们的这个加油口，加的是国标46号的抗磨液压油，这边呢是加的黄油，00号的黄油，这种呢每个小时要打上3-4次，手动的黄油泵。咱们整体结构呢和那个大型的地泵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，咱们这个电动行走呢采用的是和电瓶车一样的结构，4块电瓶，它每天需要你干完活之后充电3个小时。这个是咱们的国标的15千瓦电机，前面呢是咱们的电控系统，这个电控箱呢体积比较小，专门为咱们定制的，有无线遥控，这个遥控器呢200米之内都有效的。这个是料斗，里面的混凝土放入这里面之后，通过往里面吸，有一个管吸，一个管是往外打的，两个缸是交替往外走的，出口口径是80，直接装上就可以用了。使用完之后，料斗里面还有管子里面都有混凝土，这种清理起来如果拆开的话非常麻烦，现在咱们就有这个清洁球，打完灰之后呢把这个清洁球放入这个管道里面，再放入细细的砂浆，清洁球顶着混凝土，砂浆顶着这个清洁球，再往里面放水，等于说水把它们全都推出去了，不用你再另外清洗，非常简单。这个呢是标准的80管用的球，这个呢是100的管用的清洁球，含有125的、140的，每个规格都有相对应的清洁球。这款呢是咱们客户定制的柴油版，偏远的地方它那个电力系统跟不上，用柴油机的比较方便，走到任何地方随时打火都可以工作。这款泵呢就是简单的，因为电力跟不上，咱们把这个电动机啊换成柴油机了，这种柴油机运转起来非常的平稳，技术可靠。这款呢是咱们的新研制的这个50型混凝土输送泵，它的动力快，操作方便简单，节省就是6-7个人工吧，这一次速度也快得多。咱们国家建设的速度非常快，包括这个城市和农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，泵的需求量非常大，各方面的这个泵根据客户的这个定制来开发。我们
致力于产品的这个革新和技术提高，啊，不断的提升这个产品的品质，为客户呢提供可靠的、耐用的产品，减少故障率。我们整机的质保是一年，然后在一年之内呢，如果出现故障，我们会马上派出咱们这个售后服务人员上门服务，这个都是免费的，而且亲自去把这个设备修好、调整好才离场。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呀，一直在努力提供有保障的、有这个售后比较好的这个产品。我也看过我们家装修的时候，一条槽开出来的话，整个房间都是灰尘了，已经人都看不到了。还有一个，他们亚健康嘛，他们是不是啊？那个灰啊都吸到鼻子里面去。就是说，水电工专门开槽的人，他们最多来说做五年就肯定不能做了。第一次他们用那个凿子，我看了，那个师傅力气是很大的，锤子也打得很快，但是不小心打到手了。差点就把骨头都打断了，好一大滩血。那我那时候就开始想，为什么没有这个先进的机器和设备来代替呢？因为我跟殷刚峰是自家人嘛，当时我们也在想，我们做齿轮很多年了嘛，在一起，我们说自己的怎么我们来给他发明一个这个开槽机。因为我们刘工叫过来，他也是也喜欢创新的人。我们跟他一说，我说我们要做个开槽机，做个中国做最好的开槽机，弄不好就全世界的最好的开槽。他也感兴趣了，因为他也年轻人嘛，也想创新嘛。我们本身就是朋友关系嘛，他们有这个想法，刚好呢我又是做这一行的，所以大家一拍即合。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们只有晚上加班，天天加班加班加班，连续一年时间都是这样。搞设计啊，搞创新啊，都是不是一天就做出来的嘛？做做哪里不好，再摔倒，再起来，再做。因为切割能力的话呢，我们有两个方面，就是它的深度和宽度，重量总体要紧下来。深度那些切割能力又不能变，只能多，所以在这一块方面我们已经做了 N 个方案，但是一次又再一次提升还是不够。我们一代机器开发出来，研发费最少10万块钱，做出来不好不好扔掉就一分钱都不值。就当时刘工也有点动摇了，像今天那些用户，那在那些看到那些操作者，他们都说我们的结构还不好，因为我们是做配件的，别人都来笑我们。你能把开槽机做出来，永康早就做出来，腾20年以前就做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是接触这个行业的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把这个机器人做好。看看别人今天说我们怎么说的，我听到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我是开槽机，我们肯定要给它做好，有这个理念嘛才做得好。我们哪怕2年做不好，3年做不好，4年5年。都要给他做好，不要有一点点挫折就在这里垂头丧气。电机当时那个电机我们做成3800瓦的时候，别人都说我们神经病啊，不可能实现的。他说那我们最终已经都给他生产出来。现在我们槽王机子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效率也高了，灰尘带水作业的话灰尘也没了，那么这个墙面对地面，墙面与墙面之间的这些夹角我们都可以一次性切割过去，达到50秒切割的这种效果。现在我们做到6.5公斤，一般的我们水电工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提起。我想我这个机器是成功了。他这个要切2.1刀灰尘就大。哎，你放心买那个槽王的。我们既然把它已经发明出来了，我们想把开槽机越做越完美，把它做得量化，以后让每一个水电工都要去用开槽机。